舞者在台上热情演出，下一秒居然从嘴里吐出红色液体，台下女子真的被吓傻，先是左看看右看看，再拿起地上的饮料杯，发现怎么被加料，不仅满地都是玩具钞，衣服膝盖也都是白粉，椅子也都遭殃，无一幸免。她的衣服更惨，白色滑梯一秒变红色点点，也被喷到不明液体，当下真的很火大，也拍下乐团从舞台上丢到粉丝前满地的玩具钞。共聊的国际海洋音乐季邀请到各种乐团演出，却有民众在19号独立音乐大赏竞赛过程惨遭乐团特殊桥段袭击，好心情瞬间被打坏。确实是有点不太尊重，可是因为他含在嘴巴里面过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事先就是有告知有这个片段。表演的那种经验可能还不到这么多，所以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，因为毕竟有些听众他们不是只为了听他们。我们也实际视讯访问到乐团主唱亲自露面，并找经纪人发言，到底当下发生什么？因为当时他们在演出的时候，可能太嗨了，加上就是说，可能就是太注意，因为平常都会做一些防护措施嘛，所以当时真的是不小心的。然后再说，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疏忽。一再道歉澄清解释，这属于表演一环。当时成员嘴里的是草莓果酱，像这样喷到观众也是第一次。当下虽然已经和民众道歉，会赔偿衣服等损失，也已经达成和解，但开开心心听团却意外被人喷得全身都是，而乐团演出留下的东西也被要求要好好收拾，还给沙滩原本的样貌。东森新闻陈宏云、徐宇辰、吴若瑄、何云婷，新北报道。